这是真的太有趣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正式的主题。那在介绍这个正式的主题之前，好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，好，这个是由一个 iHouse CC 的摄影师，他受聘来帮 CC 的年会拍摄照片。所以他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就是他觉得很不错啊，大家会花钱请我来拍东西，然后我又可以 open license， 就是大家请我来拍 open license 的照片，就觉得还蛮不错的。那CC 格沃上面也是一个两年一次的那个全球会议哈，那参与的人主要不是全完全是哈，主要是 CC 的，我们称之为 affiliate， 就是中文有翻译吗？我们有翻译中文吗？CC 协力厂商嘛，就是协力厂商。CC 的协力单位，CC 的协力组织，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会单纯把它叫做司法领域团队啦。以前我们会这么讲，就是 CC 的司法领域团队。但是现在由于司法领域这个概念搞不好在 CC 里面会逐步消失，所以不知道后面会变怎样。好，那总之它是 CC 的协力团队了哈，协力团队。那另外还有以今年来讲是还有很多民间的其他杂技团吧参与者，比如说像韩国，它有一个团体叫做什么叫做 CCC 的样子，还是 CCC 什么？你记得吗？怎么样？就他们的那个法律的那个跟 license 相关，然后是一大堆法官组成的那个。对，那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哦，好 ，OK， 那算了，那我们跳过好了。对，好，总之呢就是一个蛮有趣的聚会了哈。那过去也都会有一大堆人参与，你看到各式人种都有。哎，说实在，我在这个会议里面第一次感觉到西班牙语真的是，其实也是一个流通世界的语言，就是还真的是蛮多国家人在讲西班牙语。在台上的一个人讲西班牙语笑话之后，台下一大堆人都要笑话，我全部懂这样子。我这种事情哈，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一些这次的花絮。那CC 的 Global Summit 的这次有分成好几个主题。在上个月的时候有就是举办到分好几个主题。那我自己个人比较参加的比较多一点的就是关于 CC 这个组织怎么运作以及科技的部分。好，那当然它不只是有这个主题，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四位伙伴上来分享。那我想我们排的方式啊，就先从我们现在四位要分享，先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怎么只有三个？因为包括我啊，哈哈，那个。那我就先从那个新营开始，新营完文英，好吧，好，文英完丞相，好吧，丞相完我，会这样子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我投影片还没做完哈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等一下都不会打字哈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先邀请新营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那新营要介绍的是关于 CC 的组织运作，好，组织运作的部分，好，你知道如果掌声欢迎完之后他还要准备时间 set up 很尴尬，所以我要先帮他 set up 完，然后再果然没有了。等一下，你是用 VGA 吗？你是 VGA 还是 HDMI？ HDMI 这个不是，我要转接头啊，不要讲，我也有转接头的啊，我对。你看，如果刚刚就掌声鼓励，现在我们就在等他这些时间。